哎，你回来了啊！我看看有没有尿到裤子上了啊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咱俩玩个游戏好不好？什么游戏啊？躲猫猫跟躲猫猫差不多啊！来，你躲那柜子里啊！你把耳机戴上，手机里有音乐有没有啊？有。你用一个最劲爆的音乐听啊，然后你数数，从一数到一百啊，但是中间断了不行啊，断了就得重新数，好不好？快快快，赶紧进去，把音乐放大啊！听到什么音、什么声音都不许出来啊！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你是新来的吧？排的事已经解决了，速回家。陈叔叔，你听音乐啊。哦。我已在金沙路西普大饭店见到老乔，他将和狼王合作，狼王即将重返境内，具体情况不明。知道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出发！出发！别怕，我在呢。告诉谭旭，别追，别抓，把这个。谁他妈让你开的枪啊？长山桥路口，过来接我，赶紧的。说，小飞呢？
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马上。他在哪儿？我他妈马上就被他害死，你说呢？先回家，见面聊。告诉你不用啊，长三条路口过来收尸，来晚了警察带走了。娘，想要多少我给。你觉得这个杂种值多少啊？说出你心里那个数，我给双倍。小飞能不能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和你继续合作。以他的能力，如果十秒钟之内杀不到船帆，说明他一定有鬼。你带着枪，他杀不了，你杀。杀警察？太显眼了吧？如果人们听到动静，也只会以为是他杀的。明白。龙骑。